你好，祝你有美好的一天。这就是频道 Celebrity News Today 247。这是今天的新闻。《陈情令》这一部剧早已告一段落一两年了，可是没有伴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减少的关注度。时到如今，肖战和王一博全是稳居潜池部位，尽管两人早已非常少联络，网友们一直感觉他们是白。光在近期这段时间，《陈情令》剧组偷偷的聚了一会，可是在聚会活动中并没有发觉有王一博的字，因此就有些人猜想是否王一博和肖战两个早已彻底没了关联。王一博并没有发生在聚会动中，这也引起了许多网友的好奇心，为何连聚的聚会活动他也不参与，那到底是两个人造成多少的矛盾，亦换句话说是和剧组造成了多少矛盾。有许多网友都早已发觉了近期这段时间战和王一博两个人在任何时刻基本上全是零动交流，甚至是如今两个人的发展趋势路面都很大的不一样。尽管博君一肖的粉丝总惦记着们两个人变身，可是现阶段来看仿佛早已万万不到那样的结果，许多网友实际上早已有定的掌握，只不过有很多人不愿意去坚信，终究是自身所爱的人，即便两个人没有在一起也不再撒糖，可是只需自身喜爱，那么他们两个就始终可以是在一起的。如今尽管两个人早已非常少落，可是以前的幸福全是确实，网友们也是画面的在喜爱这一对 CP， 但是有很多粉丝或是表明期可以再度见到他们的变身，只不过是这也将变一种难以达到的理想了。针对这类捆缚 CP 式的出他们较大的难题便是将来要如何摆脱这一层 CP 的关联。如今肖战和王一博两个人也早已彻底做到了自身行业的顶峰，如今两个人尽管没有在一起，可是也早已可以充分发挥出自身更强风采。将来两个人都是会在自身的发展趋势路上中放风采，他们用那样的方法去解绑取得成，也许针对粉丝而言也是一件好事。与其说最终个人不告而别，不如这样平淡如水的分离。与众网友而言，可以见到他们如今那样的情况也很常好，尤其是肖战，相比上年的那类每个人闲的况，如今他又再次返回潜池的模样令人感动。而一博也从来没有学会放下自身的工作，也是在足舞蹈、影视制作、歌唱、主持人等多行业全面开，很有可能这就是两个人最好的结局，并不一定。中捆缚可以各自珍重，也是最开心的事了。